있으면 上海每天都这样，这帮工人学生能闹腾什么？日本强行登陆青岛，现在要阻挠北伐，这儿也同意。蒙他尼谈到什么？哎，先生，您是从日本回来的？是啊，那您可得记得，千万别跟别人抢，免得会惹麻烦。现在在上海的日门都跑了，本少爷最不怕的就是惹麻烦，他们落荒而逃，正好轮到。 Miss. Yes. You're glad. Thank you. Mm-hmm. 先生，有什么可以效劳的？我姓肖，我预定了一间套房。您稍等一会儿。肖君浩先生是吧？您的钥匙。有人给我留口信。 我查一下，对不起，我疏忽了，没关系。